大圣，我知道你遭人诬陷，若再迟疑，花果山将会变成另一个火焰山，就让我们一起脚踏南天门，棒打凌霄殿。你答应过我放下神魔两族的恩怨，可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弃？为了魔族的祖训，此侯善恶并存于身，恐怕……所以你要悉心教导，令他从善。叫我齐天大圣。